其實我哋呢度咧係咩人都有嘅，係香港社會嘅縮影。其中一個最多人家呢個博士嚟咧，幫我影嘅相呢個係呢個救人救到非洲㗎，佢係好投入去做自然療法嘅，幫嗰啲細路仔脷都冇咗斷咗，幫我醫翻。癌症啊，古靈精怪呢、這個咁我逐啲人博士一定神經啊，佢都係神經㗎，不過好嘢呢度。今日阿 Rocky 喺度啊，就係呢度幾年㗎啦，難民嚟嘅，冇身份，但係個人好高貴。如果我諗我哋個個喺佢個身份咧，都會可能好失望。黃牌啊！佢捱咗十幾年喺香港，喺蘭桂坊見到啲女人，見到女人俾啲黑鬼搞，一個打幾個打走曬。佢俾啲唔同嘅南亞裔幫派圍攻，一個打十二個、十五個，有啲有啤酒樽嘅，一樣冇事。我今日咧好有心啊，聰咧，我呢個讀書嚟嘅，佢教佢專業職業教練嚟噶啦，就買對新手套送俾佢出嚟。佢有愛心啊，先大家一定有愛心，我結合啊，互相扶持，有錢嘅幫冇錢嘅，好正路，唔係個個好環境嘅，但係人一定要尊重，有錢冇錢都要尊重。OK， 咁呢對新手套咧就佢送俾我。我哋好似香港小姐為面咁樣。